我们直播这边快五千人了，对。好好好，我看到了。哦，我听到孙老师的声音了。哎，好好好。OK OK。好的，这个那开始吧，那开始吧。哦，又听不到孙老师的声音了。嗯，可以听到我吗？他们好像听不到我。现在可以听到孙老师的声音了。现在可以了吧？现在可以了啊。对对对对，好好，那要不然开始吧。孙老师连麦。好，那要不开始吧。好的。嗯，首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嗯。Hi everyone, I'm Yilong Ma. 嗯。How are you?我还不错，这个这个非常荣幸跟孙老师的见面。好的好的，我这个之前看这个觉得你其实英文也很不错，英文也很不错。喂，我听不到。哎，还能听到吗？可以可以，孙老师。哎，好好。我说之前这个看你的视频，觉得你的英文其实也挺不错的。其实孙老师真的是过奖了，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说我的 CPU 不够用。是的是的是的，确实的，这个 CPU 不够用。然后跟孙老师这次的沟通也是倍感荣幸。然后前段时间我看到孙老师跟一个网络博主，叫梁溪的一个博主是吧？嗯，是的，是的，是的，很深层次的一个交流。是的，是的，是的。梁溪算是在 B 圈很有名吧，算是一个这个 B 圈很大的一个 KOL。然后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跟他有一个合作吧，相当于是在火币上。然后啊，之前团队。就是也向我推荐了你，然后我看了你的视频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在想，因为我们现在火币平台吧，算是跟很多 KOL 合作，然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促成了今天这一次的一个直播吧。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孙老师跟团队对加密货币行业做出的这个特别特别大的贡献。哎，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嗯，这次的话也是第一次，我本人的话也是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好的，那要不然我们开始这个啊，我想其实想问一问，这个你怎么看你的兄弟马斯克呢？我这个是一个特别深奥的一个话题，孙老师，因为。我对马斯克的这个崇拜是由来已久的，然后我对他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感到特别，对未来感到特别的一个憧憬，特别的兴奋，对生活又充满了特别大的希望。因为我本人的话，我要说我患有抑郁症，大家或许有些不敢相信，但是确实是我在最低谷的时候，然后看到马斯克在做的一系列的事情，真的让我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特别大的信心。这是我的一些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些理解。然后他现在在做的，因为我本人也有一辆特斯拉，我特别希望到时候可以带着孙老师去扫两圈。好的，好的，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去。这个我其实也是，其实我也很早就知道这个伊隆马斯克。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开始做特斯拉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关注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公司。那时候我还算是特斯拉的一个很早期的支持者吧，也投资了特斯拉这个股票当时就是我算是2012年投资了特斯拉和比特币两个东西吧。然后当然后来电动车我没有去做，我这个在加密货币行业就是深耕了很长时间吧。
然后但是我后来觉得现在伊隆马斯克其实可能跟我2012年认识他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创业者但是过了十年以后啊，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我觉得一个符号吧，一个文化符号，甚至全世界就是人很感兴趣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名人，一个这个品牌了这个我当然也希望未来我也能努力啊，这个未来世界上也能出现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而且伊隆马斯这些年在其实币圈也经常有很多活动吧包括他前一段时间收购推特啊，然后狗狗币啊，然后他有很多这个 meme 的这个货币，这个也很火然后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关注一下最近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其他动向呢？这个我是时时刻刻在关注，因为我是在他推特是第一的发送人。我做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伊隆马斯克的一些这个学习他个人的一些经历，一些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启发。他的每一句话都听着我有可能我这个语句不是很通顺啊，因为我确实特别CPU 不够，特别 CPU 不够。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我更想听的是，从今天来说我更想听的话是孙老师的一些创业的一些经历，一些因为孙老师的一些故事也是特别鼓舞人心的。所以说我跟我的粉丝们都想听一下孙老师的一些励志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个故事。对，好的，这个好，我也讲一讲我的这个故事吧，算是其实我也是我觉得受到了伊隆马斯克以前很多启发才走上创业这个道路的其实我12年的时候之前呢我就是07年去北大上的本科，然后11年呢在北大毕业之后呢就出国读书了其实很有缘分的是我去的学校也是伊隆马斯克的母校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伊隆马斯克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我的母校呢读的本科，然后去斯坦福读的这个研究生，然后后来创业的。然后所以呢我们学校崇拜伊隆马斯克的人是很多的，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嘛。然后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就读了他的很多事迹，而且那个时候他做特斯拉还专门回宾大做了几次讲座我都有去看都有去，就现场我有去参加。然后我觉得伊隆马斯克还是很鼓舞我加入到这个创业的这个行列中来吧我觉得如果没有伊隆马斯克的走这个鼓励，我说不定也不会走上创业这条道路然后当然了我觉得虽然伊隆马斯克关注比特币和狗狗币这些币可能比我晚一些晚一些，因为伊隆马斯克可能是19年呢20年呢才开始关注这些加密数字货币的当然我在12年的时候就是在关注特斯拉和伊隆马斯克的同时关注了虚拟货币然后今年呢也是我这个开始做虚拟货币的第十年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其实还蛮感谢伊隆马斯克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伊隆马斯克的这种一个孤立和激励吧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就是宾大吧其实很多人毕业了是去一些什么投行啊金融公司啊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金融平台，其实很少有人就是做这个创业的。所以我觉得也是
是有 Elon Musk 的这么一个激励吧，啊，我觉得我才走向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啊，所以我觉得是啊，他对我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最后走上创业这条道路。当然，我后来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其实啊 ，Elon Musk 也开始就是切入，甚至沾了一点点，就是我们行业的事情，对吧？像这个推特啊，像这个狗狗币啊，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比特币啊，像 Elon Musk 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啊，让我感觉我的人生跟他也有了一点点交集吧。啊，像呢，包括狗狗币啊和西巴呀，以及这些比特币 Elon Musk 关注的这些数字货币，其实也在火币啊和 Poloniex 都是有交易的。其实啊，像 Poloniex 啊，可以算是就是就是相当于是整个世界最早上线狗狗币的交易平台。其实啊，像我们是全世界最早上线狗狗币的交易平台。然后这个火币呢，应该是中国最早上线狗狗币的交易平台。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跟狗狗币也很有缘分的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也很高兴看到。大概可能我关注了 Elon Musk 十年之后，他也开始进入我们这个领域，然后跟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些交集啊。这个而且我们团队当时候把你的视频发过来的时候，我也感觉很有意思啊。这个啊，第一次啊看到这个啊，其实可以把我觉得 Elon Musk 的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文化吧，变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是在中国。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整个过程是让我感觉很有意思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Elon Musk 其实长得是有一点点像中国人的啊，其实并不那么像老外啊，这个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棒，特别棒。孙老师。我看到孙老师对这个特斯拉啦，对这个马斯克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就是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英语单词那叫什么来着？是 Gala 这个币种，然后挺新奇的这个。好，讲讲 Gala 币种，好吧？大家这个，我看到这个火币这边直播啊，也有很多人在刷屏啊，要讲一下 Gala 这个问题啊。Gala 这个问题呢，哇，这刷屏刷太厉害了，我都已经没法看不到了。好，我讲一讲这个 Gala 这个问题啊。首先 ，Gala 呢，根据Gala 这个币本来啊，在火币其实并不是一个主力币种啊。整个火币呢，就是昨天晚上凌晨这个大概凌晨4:15之前的整个火币平台的用户 Gala 持仓可能就是5300多万啊，5300多万。然后但是呢因为这个被黑客黑了吧反正就他有个 P Network 项目方出现增发。结果呢 ,BSC, 也就是币安智能链，然后就出现增发，大概增发了有十几个亿吧这个当然了，后面增发了几百个亿了就不说，我只说大概增发了68亿左右加上已经有的加起来一共可能有70多亿吧，充值到了火币充值到了火币交易所。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个当然了，导致火币上面的 Gala 的价格呢就发生了很剧烈的单边波动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细则就是在火币交易平台呢昨天4:15凌晨呢4:15，其实也就是大概十几个小时前吧。持有在火币持有 Gala 的用户呢，我们是全部都会1:1给用户根据他的持仓给他映射的所以也就是4:15之前的凌晨4:15之前在火币拥有 Gala 账户的用户呢，就是1:1的映射 Gala 然后 Gala 也会交易
啊，戛纳也会加一。然后呢，这个这个4:15之后啊，这个啊，因为呢，这个戛纳相当于就是增发了很多啊，因为这个链上的戛纳增发了很多，有点像 Luna 吧，像 Luna 啊，就是增发了，当时 Luna 增发了几万亿啊，几万亿。戛纳没有增发这么多，但是增发了几十个亿吧，在火币可能60-70亿啊。然后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叫 P 戛纳，因为它是 Pi Network 嘛，前面是 P， 所以叫 P 戛纳。然后 P 戛纳呢，就是现在在火币我们就是不能充值了，只能交易。然后呢 ，P 戛纳呢，我们现在从今天晚上12点之后啊，就是增收一个单边单边就是 1.2 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当然了，这个包括今天的以及后面的这个交易手续费，今天你可以看到在火币上面这个戛纳交易量很大大概是有大概将近快2亿美金了。然后这个的交易额呢，全部都会销毁，全部都会回购这个 P 戛纳销毁。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从这个12点开始，就开始征收交易手续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个这个 P 戛纳的这一个交易大赛。这个交易成功的人呢，这个我们也将就是交易排名赛吧，我们也将拿出300万戛纳作为一个交易奖励这个奖励这个在火币交易平台呢交易 P 戛纳的这个交易用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 P 戛纳呢就转型为一个 meme 币了，就是有点像这个西巴跟狗币了转型为一个燃烧单机 meme 币吧大概就是目前的这个戛纳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明白。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孙老师然后因为就此这个机会，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孙老师对这个Elon Musk 收购这个推特后面的一系列计划有没有这个预判的？好的，好的，好的，很有意思。这个其实给大家爆个料 ，Elon Musk 收购推特前，本来我是想收购推特，真的没有开玩笑这个本来我是特别想收购推特的但是呢被 Elon Musk 先下手为强了，真的是被他先下手为强了当时呢，其实我要讲讲我当时为什么想收购推特。第一个，推特的影响力不说了还是很大的，对吧？就是相当于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微博，在整个西方世界我觉得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但是呢，我要讲一讲，就是当时为什么我想收购推特，那我不为什么不收购别的公司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推特这个公司，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没有控股大股东的，在 Elon Musk 收购前，也就是你只要有15%的推特的股份，就能成为推特的大股东。推特的股权非常分散的，这个可能是美国这个少数的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呢。这个他的股权是极为分散的，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他没有大股东没有说是有一个老板说了算的，所以呢收购推特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他第一个他没有大股东，第二个呢就是推特的股份呢是同股同权的，这个在美国呢是很少见的，大家所熟知的像美国的谷歌Facebook 这些公司都是同股不同权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哪怕他只拥有公司10%的股份，但是他一股顶20股，所以呢他只需要10%的股份，他就可以拥有整个公司90%以上的投票权，所以他就是完全就是可以控制这个公司谷歌也是这样的，它都是分什么 ABC 好几个序列的股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些科技公司你是没有办法收购他们的，因为你即便占了大股这个公司还是当初那个创始人说了算，因为这个创始人的一股顶10股，一股顶20股，所以呢你也是没有办法控制董事会的。
但是呢，推特是极为少见的，美国的这种公司里面呢，它是一块钱就是一股，哎，它是同股同权，也就是我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伊隆马斯克最后收购推特，他也是先买了10%几的股份，买成了推特的第一大股东，然后再去对推特发动收购邀约收购的，其实跟我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啊。我当时呢也是想先买10%-15%的股份，买成推特的第一大股东，然后呢再就是对推特发动收购邀约来触发收购。但当然了，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呢唯一可能比我还是强，对吧，人家财大气粗，所以伊隆马斯克呢他整个收购啊他就直接就买，然后就开了一个很惊人的价格。如果我收购推特呢，我觉得价格最多是200亿美元，就是是现在推特市值的一半啊，大概一半。因为那个时候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前，推特就是200多亿美元的，对吧，啊，在伊隆马斯克拉盘前就是200多亿美元。所以呢这个其实也不难，可能30亿美金就能买成第一大股东啊，然后再借一些钱。像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也是借了130亿美元的啊。其实这个东西我是做过，我不是真是不是因为今天跟你做直播，我在这个里在这瞎吹的啊，真的不是。我前面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研，大概200亿，30亿可以买成第一大股东，大概是买15%左右啊，咱们就按200亿算，买15%左右。然后呢，剩下的钱呢，贷款。贷款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现在伊隆马斯克这样贷款，比如说我自己吧，我收购推特可能我出50到100亿啊自己的钱，嗯，然后呢剩下的100亿我可以找银行借，哎，我可以找银行借，那个时候呢美联储还没有加息，其实找银行借的利息是不贵的，大概呢也就是一年呢大概就5%到6%啊。那也就是说呢，一年就是利息可能你就还5到6亿美金就可以了，就是你借100亿，一年还5到6%的利息给这些融资的投资银行，你用推特作为抵押，你就给啊，你还不起你要把推特送给他，明白明白，然后呢你抵押找他们借，一年利息给5到6亿美金，而这个5到6亿美元的利息呢其实你也不用自己给，因为你只要把好好把推特经营一下，推特一年也能挣5到6亿美金了，所以你就把推特每年挣的钱，对吧，你就给银行利息加一个杠杆。所以很多我当时啊，我其实当时也说过，就是我想收购推特的时候呢，很多这个网友啊其实打击过我啊，说就你还能收购推特，对吧。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收购推特呢至少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其实你可以先出30亿，然后呢后面呢可能呢再出多个20亿，50亿，有50亿美金啊，然后呢后面绝大多数的钱呢，一你像伊隆马斯也是这样，这次找了很多朋友融资，因为大家看你都想收购推特，有的人像比如我周边有很多朋友，像我的这个朋友 CZ 啊，他也参加了推特的收购，给了5亿美金，对吧，就是很多人朋友愿意帮助你，然后呢你可以再找银行借个100亿美金，用推特作为抵押，这是绝对可以的，因为200亿的东西拿出来100亿美元就可以，然后呢你就一年还别人5到6亿美金的利息，而这个5到6亿美金利息呢，你把推特就像伊隆马斯克现在做的，把推特的人裁下来，推特每年广告收入各种收入也能挣5到6亿美金，还是挣得到的，所以呢就用这个东西来还债，哎，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公司就是可以控制起来了。而且呢我当时收购推特呢的想法也是，推特其实这个公司呢在它的细分领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social media 啊，就是个社交媒体啊，这个领域跟中国的微博其实一样的，还是具有垄断效果的，对吧，你说以前中国是腾讯，对对对对，这个我完全认可，哎，是的，和新浪微博是竞争的，对吧，但是腾讯微博后来给关了，那没有了，只有微博，对对对对对对吧，你在中国你看八卦只能上微博，你在西方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闻媒体和这个媒体你就只能上推特，所以我觉得呢它还是有很大的护城河，有很大的价值的，不会说是哎伊隆马斯克的优势是特别特别大特别明显的，哎，是的是的，优势很明显，然后新老师这个眼光确实够毒辣，相当于
按原计划可以白嫖一个推特，通俗一点，可以白嫖。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按原计划本来是打算白嫖的，眼光够犀利啊，真的本来是打算白嫖的，真的是，我是本来打算白嫖的，但是后来呢，伊隆马斯克加入这个了，我就没法跟他抢了，因为伊隆马斯克把那个价格抬的就变得很高了，对吧？后来伊隆马斯克收购价格440亿，如果我跟他抢。这个这个价格会变得更高的，对吧？啊，第一个我肯定抢不赢他。第二个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去收购呢，要美国的这些卖家呢，在我跟伊隆马斯克面前挑一个买家，人家肯定愿意选伊隆马斯克，因为伊隆马斯克毕竟是美国首富啊。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公司特斯拉呀，以及 SpaceX 比推特还要大，对不对？像别人如果我们去收购推特，即便我们有200亿美金啊，别人可能还是会质疑一下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啊，对吧？质疑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 hold 得住推特啊。所以后来我一看 Elon Musk 买了，我就停止了，我就没有买这个。但是呢，这个本身我觉得其实我还想买的啊，但是很可惜被 Elon Musk 捷足先登。但是我现在心情也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伊隆马斯克一定能把推特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定能做好推特。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推特确实确实价值。英雄所见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就是那个孙老师，要是你举个例子，你要是收购推特之后，你对他的改造是什么样的一个改造？然后你对这个马斯克接下来对推特的一个改造，会是你感觉会做一个预判，就是他可以改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推特的社区。要是以我个人的理解，我感觉他所谓的要改造这个推特，我感觉要跟这个他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结合，因为它里面推特里面掺杂着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想，他会拿着这种东西去训练，然后做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那个念什么来着，擎天柱。我感觉他下一步的这特别大的一个棋，就是在这个擎天柱的一个开发上面。假如是孙老师收购推特之后，会进行一个怎样的一个颠覆，一个虚拟市场的怎样一个颠覆性的一个那个计划。好的，对，我说一说啊，人们特别喜欢。好的，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我如果当时是为什么有对收推特有兴趣的，我如果收购了推特呢，我原来是想把推特变成一个就是自由的一个言论平台啊，因为原来呢推特呢其实就像我们大家用的，现在每天也都在用，其实呢还是一个较为中心化的一个媒体平台，对吧？我们就发的各种言论啊，发的各种东西啊，别人都可以删除的，哎，别人都可以删除的。我当时收购推特之后呢，我想把推特就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推特，也就是说呢，大家以后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发什么啥发什么，哎，这个想法太棒了，中心化，真的，是的，它能完整的保存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这个太棒了，哎，是的。然后就没有人能够删除你的言论，对吧？没有人能够删除你的资料，你的也没有人可以删除任何人的账户，你的账户呢是可以永久保存下来，你发的东西都永久保存下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微博啊，包括现在的推特，之前封号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我就想说是。我就把这个封号的权利就取消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在推特上面自由的发言。但是呢，可能你也会问一个问题，你说，哎，那如果这个人就是他骂我，对吧？或者他说一些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对吧？这个言论自由也可能被滥用啊。这个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你呢还是拥有屏蔽别人的权利的。就比如说你来我的推特骂我，那我不想看到你骂我啊，对吧？那我就把你的推特我可以屏蔽了。也就是说你呢可以享受屏蔽别人的自由，但是呢你不可以享有封杀别人的自由， 对吧？就是他说的话再不好听，再怎么样呢，他可以说，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听，
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可以给用户的，对吧？但是呢你不能说选择不让别人发言。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就是如果我来做推特啊，我的一个理念，就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完全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广场吧。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伊隆马斯克呢也是有这个想法的。我看了他一开始收购的这个宣言，他也说想把这个推特变成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中心吧，一个城市的广场，对吧？一个城市的广场。但是呢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可能和我有一点点区别，就他对这个去中心化的技术呢研究的还是不多的。所以他可能我觉得现在还是可能是在这个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服务层面来打造这个推特的服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呢当然我觉得就是伊隆马斯克也有相比于我呢的一些对于推特的一些优势。第一个呢，伊隆马斯克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KOL， 对吧？像也拥有超过一亿的粉丝了，拥有超过一亿的粉丝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我比不了的，我才300多万，对吧？他比我还是影响力大很多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伊隆马斯克。我插一句啊，那个孙老师，我在这做一个预判。我感觉在未来几年孙老师是必然登顶华人首富的。哦，没有，这是我这是确实的，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预判。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孙老师对这个加密市场做出的这个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包括孙老师对和团队做出这方面的一系列努力。我看到孙老师对这个很快就要进入这个香港那边是吗？孙老师，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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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呢这个当然这个下一步我觉得一个，因为最近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香港呢其实非常欢迎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资产的发展。这个波场啊和火币啊，我们都期待与香港政府啊能够达成战略合作，在数字港元呢 NFT 啊以及这个方方面面，包括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啊，这方方面面达成一个战略合作啊。我们呢也期待呢就是尽快申请香港的数字加密货币的一个合规牌照啊，能够为这个香港的当地的这个人呢以及甚至未来，对吧，这个中国人总体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加密服务。我觉得现在这个Web3 和元宇宙呢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大的一个浪潮啊，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全球的华人呢国人呢，我们都有这个义务让大家能够使用上好的 Web3 和元宇宙的服务，能够成为呢这个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就是元宇宙的这么一个平台吧。刚才呢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有一个不错的期待啊，成为这个华人首富。这个一度我的这个老师马云，对吧，也是华人首富啊。我希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赶不上我老师的。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内心深处更想的呢还是让这个国人呢都能够享受到区块链的服务和一个元宇宙的服务，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心愿。对，让这个华人，这个是特别棒的。对，在 Web3 这个领域不要掉队吧，其实这个是我一个中心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理念啊。这个就是这个使命一直在推动着孙老师。还有就是大家粉丝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孙老师。孙老师的梦想。好的好的，我讲一讲这个最近呢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大家也知道我搞了以前在微博啊以前在推特都搞过梦想基金，很有名就像那个西红柿首富里面那个说谁还有梦想是吧，有梦想的资助五万人民币对吧，当然在推特上就5万美元对吧，资助5万美元或者5万人民币呢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个时候在微博的这个梦想基金还挺有名的各种人都跟我讲了他的梦想，然后我都资助了他们，可能总共加起来一共资助了有200万人民币吧，
啊，资助了四十个人的梦想啊，资助四个人的梦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我如你要问我呢，其实我的这个梦想呢，主要还是想啊，让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啊，以很便宜啊、很低廉的价格，就是啊，参与到这个啊加密货币服务中。我觉得呢，这个是我就是其实打心底里的一个梦想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跟这个多美尼克政府合作啊，多美尼克政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对吧？宣布这个波场系的这个代币 TRX 啊，这个 NFT 啊 ，BTT 啊 ，JST 这个，还有包括我们上的一些稳定币，像这个 USDT、USDD、TUSD。啊，作为这个他们国家的这个法定货币啊，这个也是这个啊，这个相当于世界上的第一次吧啊。现在比特币呢，有一个国家是法定货币，就是啊，萨尔瓦多，对吧？啊，这个世界上也有第一个就是波场币是这个太威酷的了，这个是的，太酷了，太酷了，是这个多美尼克特别酷，是的，多美尼克。然后这个也是我就是。我未来吧，我的人生梦想，我就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拥抱虚拟货币啊，当然拥抱波场链，对吧？拥抱货币交易所啊，拥抱这个元宇宙和 Web3 的这个理念，可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嗯，特别棒。嗯，孙老师，我感觉这个加密行业将是改变人的衣食住行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别好的行业。刚才孙老师也详细的阐述出来对这个加密市场未来的一些布局了什么的。嗯，这个确实是，它是，哎呀，我说的有点太概括，有时候嘴跟不上大脑的思维，确实是这样。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对以后这个世界改变的这个程度，因为我感觉他确实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东西的存在。所以说，有很多人特别希望跟着孙老师来学习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孙老师也不会吝啬的，不教别人，应该也会。特别荣幸的去教给更多人，对这些东西的一个学习，肯定的。我觉得我是，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加密货币理念的一个布道者吧。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去普及 Web3， 普及元宇宙，这个普及啊加密货币的这个理念，其实是我更看重的。我其实一直的梦想都是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打心底里一直奋斗的一个目标啊。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蛮想说一说的，就是其实我对太空也很有这个想法啊。我呢去年的时候呢，就拍下了这个贝索斯，当然也是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竞争对手啊，伊隆马斯克竞争对手就是去这个太空啊，有一个舱位，我就包下了整个宇宙飞船，就是可以去一次太空啊。可能预计呢，我们现在预计在明年的二季度左右，就是这个宇宙飞船呢就将发射，然后我也会带五个人呢。跟我一起去太空，我要带五个人跟我一起去太空。然后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小事吧，就是这个我拍下了这个贝索斯的这个蓝色起源去太空的这个飞船之后，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立刻就联系了我啊，立刻就联系了我啊，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合作。现在呢还处于一个保密阶段，但是呢我可以向大家承诺的是我们未来是很有可能和 SpaceX 公司也达成合作的所以呢
今天我见到了这个马一龙，对吧？未来很快啊，可能下一次就会见到马一龙的兄弟马斯克。五个人，我想问一下孙老师，五个人招五个人齐了吗？如果没有招的话，也能加了一个。我也特别喜欢刺激的探险。没问题，我们带你一个之后，我们的那个头条我们可以写说马斯克去贝索斯的里做宇宙飞船了，太棒了！马一龙去这个贝索斯那里做了。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定啊，这五个人其实还在挑选啊，因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航天局啊，就是啊，因为他们最近的这个航天任务比较多，所以他们把很多民间的这个航天任务给延后了。本来其实这个飞机就是这个宇宙飞船会在今年年底发射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已经晚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就是我们就把它放到明年啊，因为我觉得地球呢但还有六个月，至少应该都是安全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多等半年没问题的，所以就明年，太棒了，太棒，明年二季度发射。还有一个孙老师。我想送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物。来，送你一辆特斯拉，我会邮寄给你。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我其实一直当了这么久特斯拉的股东，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一辆特斯拉。太感谢特斯拉跑车。好的，一定要邮寄给我。你轻情意重。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会把它放在我前面的这个办公桌前面的。真的特别棒，特别棒。孙老师今天阐述了特别多特别有价值的一些信息。我还有就是希望孙老师可以到时候抽时间可以多给我们粉丝普及一些相关一些这个加密市场相关的一些知识。就像孙老师刚才所说的，为人类以后在这方面生活日常一方面的这个加密的东西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好的，没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使命，而且这个我也期待能够看到马一龙更多有意思的视频，然后我也衷心的祝愿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推特、 SpaceX、 特斯拉能越发展越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我们后面和SpaceX 可能会达成的合作。在此我还是特别感谢孙老师和团队为加密市场做出的一系列贡献，孙老师的一些精神深深的打动了特别多的人，并且你的励志经历也在鼓舞着很多人，确实真的特别棒，这是真的特别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也祝愿在座所有的粉丝可以买啥啥涨。然后再次感谢孙老师对加密市场做出的突出贡献。谢谢，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的。现在这个在这个火币这边已经有 1.1 万人了，这个留言留的太猛了，都刷屏我根本就看不到，我根本都看不到这个大家的信息了啊，都看不到大家的信息了。这个然后也感谢今天在推特以及 YouTube 直播平台的大家吧。然后最后稍微打一分钟广告好吧，大家如果想交易加密货币以及收看加密货币直播，请上火币好吧。火币有直播也可以交易我们今天和马一龙的这个对话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火币直播平台算是独家吧独家来播这个我们的一个活动。就像我刚才的预言孙老师即将成为华人首富，这是必然的。这次咱们的最主要的话题就是我这个预测，我相信我这个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好，谢谢这个一龙兄我希望我努力吧勉强说不定哪一天能够离这个小目标近一点。
好的，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